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一看南京人过年走亲戚，饭桌上面有什么好菜。哎哥，哎，新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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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菜准备怎么样了？你 OK， 你来看看。好，来吧，动一把这个。哎呦，怎么干这么多东西的？哎，这过年到年假哪有空手的吧？啊，这是老规矩。三姨妈，新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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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，这么多好菜啊！还有，还有啊！来来来，大家看一看，鱼是肯定要有的，讲究一个年年有余。而且这条鱼呢是不能动的，也是要放到小年。这个是南京人过年餐桌上面必须要有的菜，什锦菜，又叫什阳菜，全是素菜炒到一起的。过年来混的吃多了，要吃点素的。这全是我们南京人喜欢吃的菜啊，香肠、香肚啊，熏鱼、咸虎，这边还有皮蛋，那边是糖藕。哎呀，我最喜欢的是啥物呢？这是姐夫店的怒火猪头肉啊。哎，对，怒火猪头肉。怒火的猪头肉，这个应该是咸鸡咸鸭子拼的。南京过去不可少的。啊，不可少的啊，因为我家姨父也是老南京人，讲究这套规矩，孝子。这个肯定是姐夫的，我特意准备的吧？三文鱼翅啊，必须！这都是最喜欢的啊！大家看看，今天姐夫跟姨夫特别可惜啊，好酒，今天晚上要好好喝一半了。最喜欢的这个到了啊，小酒倒是来了，红酒、啤酒全准备了啊。我们其实南京过年吃的这菜啊，没有特别的讲究，但是有一道菜也是必须的。啥回皮肚、啊、轮呐、啊、肉圆、鱼圆。四十年前过年，你最想吃什么菜？当时那个时候吃东西少，算了，四十年算了几岁啊？能吃到一碗的啥回就过过掉了。然后就是啊，咸猴，咸猴一定要有啊。咸肉、咸鱼啊，就是不可少的。四十年前应该讲还不能敞开吃不？连香肠都吃不了。现在你看，我们这个条件多好啊！家头又是鱼，又是花，搞得漂漂亮亮的啊。就以咸货为主，炸回，然后莲子鱼。就是每家不够缺少的啊，一条莲子鱼。莲子鱼，三顿啊吃了十五。那个摆到正月十五以后就现在可以吃了吧？现在这个天，你三十晚上摆了十五鱼吃多了，就是现在天暖和啊，就是现在不啊不理了。现在连这鱼都扛不倒了，这年代啊，现在偶尔也能买着，有的老头老太啊，他就买条白莲回家烧。这是什么羊排是吧？牛排，有羊腿你在锅里面炖着。你看现在过年吃的全混了，没什么素的，半斤都没有的大螃蟹啊，哎。还是某些菜多，好像就没得以前市区好了，对吧？有一点。以前这个菜上桌，你练一会儿，他练一会儿，那个吃的香。来，三爷啊，爸来，来三爷嘛，上桌上桌，日炒，物准朝土田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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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是叫好酒配好菜，这道菜是南京人过年必吃的，炒芦蒿，清炒也行，炒香干也行，炒脆干也行，也是桌子上面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。趁热吃，炒菜不趁热吃吗？你妈是在里面忙炒菜，我们还是陪她嫂嫂。真的是这么多年啊，每一年过年吃的菜啊都是有变化的。有几年流行吃个炒鱿鱼桶，你还记得了？但是南京不好改，就是海鲜讲实话还是少的，就是偶尔有点河鲜、带鱼、带鱼，要么椒盐，哎，这个要不红烧，这个也可以有。哦，皮蛋啊，皮蛋也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菜啊，哎，必须有的。嗯，身体健康啊，来吧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来来来，跟表姐喷一个，过年过年放不下了。这是过去每年过年家家都要搞的蛋饺，看这个蛋饺包的这个样子，各个礼拜家都包的。蛋饺不一样，以前小时候，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家里面就开始要包蛋饺了啊。哎，这个弄个小煤炉啊，爷奶奶吃了，妈妈包啊。这年味就浓了，年味浓。现在大部分卖现成的了。阿姨们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快乐两全，新年。哎呀，过年啊，它真的是要这种气氛，真的是要这种感觉，酒到位了，菜也到位了。这一桌是好菜，大家看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相信屏幕前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子，你们当地过年吃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小小的风俗呢？老南京人春节的时候必须要吃的，对对对，小时候就等这道菜，有时候肯定是吃不懂啊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南京人过年吃的啊，饭桌上面是必须要有一道小点心啊，而且限制是有讲究的。好像只吃韭黄肉馅，韭黄韭黄啊！现在有好多新鲜的，什么豆沙的，什么荠菜肉的。但是南京人最真的还是这个韭黄肉。这道素菜是一道时令的素菜，南京叫娃娃牌，学名叫豆苗。这道韭香豆苗，但咱们老年人就喜欢吃这一口，吃了个清香味儿，就欢喜。你看这个店，芝华楼、豌豆苗、大榔头、
妈妈妈乐三十，都是十钱。最最烦吃的唯一一个烦恼就是，你不知道吃哪个菜，全是好菜。行了，干一个，来来来，我们也祝屏幕前所有的朋友新春快乐，兔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来喷一个，喷一个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是老最后一杯，必须是啤酒。这里面要跟大家讲南京人吃饭的几个误区。南京人吃过年吃饭啊，是烤鸭、盐水鸭绝对不能上桌的，但是咸鸭子是可以的。有这说法吗？有。